凉配落霞，金戈配铁马，我那爱恨配年华。月色阴枝桠，狼烟迎风沙，前世应尽谁牵挂。启禀太后，陛下，安西侯府已经为大婚之日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只是微臣心里难免还有些担忧。两家联姻受万众瞩目，大喜将至，万一横生枝节，如何是好？你在担心什么？难不成你怕弘毅抗旨不遵？姑母，他镇北侯府向来对我心存不满和误解，此前还曾弹劾侄儿。贺瑶，那已是过往之事，你没有必要谨小慎微，处处防备。这朕此次赐婚之缘由，想必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。啊，陛下为大忧深谋远虑，微臣感佩万分。朕也是思虑了许久才让两家联姻，此事定不会有所差池。是微臣多虑了。赐婚一事，镇北侯来找过朕，望朕收回成命。母后，儿臣声色并厉地拒绝了他。正如儿臣所说，恒轩啊，果真还是识大体。他虽有不甘，还是欣然接受。毕竟姿势体大，关乎我大忧之未来，他会抛却一己之私的，所以不会节外生枝。皇儿果然是成熟了不少。陛下英明，微臣自愧不如。这一次安西侯府和镇北侯府联姻，此事关乎幽国皇家威严，绝不能有任何差池。是，微臣明白。下去好生准备，以保当日万无一失。是。二小姐，侯叔，你又偷懒，这府门又比平时晚开了一炷香。二小姐，又去哪儿疯玩了？你别啰嗦了，我大哥呢？他在书房待了一夜。我去看看他。
大哥一夜未眠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如果我逃走了，百里家会怎么样？陛下金口玉言，如果我逃走了，你就是违背圣意，整个侯府都会受到牵连的。你只是平原王府的养女，你大可不必为了王府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。怎么，大哥这时候嫌我不是平原王府的血脉啊？从父王把我救回来的那天起，我就是百里家的一份子，平原王府的二小姐。这是你的终身大事。我知道大哥心疼我，可我也不能这么不懂事啊。这么多年来，大哥你一个人挑起了所有的重担，我身为百里家的人，又有什么理由逃避呢？不能让我们一家人因为我受牵连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个贺瑶吗？我要是真因为他不能见你，不能见洪硕了，那不正好随了他的意吗？他敢娶我，我就敢嫁他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再说了，没准现在安西侯也正愁着呢，他正担心我去了他们府里，闹得他们上下都鸡犬不宁的，没准过两天就得去找太后说要退婚呢。侯爷，大哥想抱抱你。没事的。九曜乃太阴、太阳、金木水火土。五，九曜乃太阴、太阳、金木水火土。金木，哎，小贼，竟敢到童姐姐我的地盘来偷偷摸摸，看不打的你地光、哎！什么小贼啊？我是将军的贴身侍卫。哼，鬼鬼祟祟，你跑这儿做什么？什么鬼鬼祟祟？我是堂堂正正的，我是来保护将军的。哼，就你这腻腻歪歪的样子还保护他，得了，回吧回吧，他在这儿绝对的安全。贴身侍卫不能离开将军五丈远。哼，我看啊，你想贴身保护是假，想偷师学艺是真吗？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嘛，什么偷师啊，我就是想听一听，学习一下，万一将军有些记不住了，回去还能讨论一下。我是为了将军好，要不一起啊？哎，不是，你当我傻呀？我师父的法术是你想听就能听的吗？我是将军的贴身侍卫，将军能听，我也能听。嘴还挺硬是不是？哎，你听不听？你别打，听不听？我真的是将军的贴身侍卫、啊。看你还听不听？哎、你别打了。侯爷，二小姐为护我百里家，今早她自己回来了，加派人手护她周全。是。侯府数十人的性命如今都跟她息息相关，一定要看住二小姐。侯爷是担心二小姐会再离开吗？如今事关侯府存亡，
所以时至今日，我也别无选择。属下明白。还有，弘毅成婚之事，绝不能让弘硕知道。是。去吧。将军，邺城消息，幽国的皇帝下旨说，让百里弘毅与贺瑶成婚。消息可靠？可靠。贺瑶在皇宫的酒宴上求婚，众多王公贵族都是见证。怎么会这样？贺瑶在小年夜上求婚，据说是借成亲修复两家的关系，幽太后当场答应。前不久，贺瑶还想将百里三兄弟置之于死地，怎么突然之间提出联姻了呢？那百里弘轩呢？他能接受此事？百里弘轩似乎也答应了。那百里弘毅呢？他愿意嫁给贺瑶？百里弘毅当场拒绝，但是从皇宫回府之后一直被关在侯府里。混账！将军，将军，您去哪里？我要离开舒池一段时间。十日之后新营点兵，若是您缺席，恐怕形势对我们大大不利啊。十日，您要是去邺城，是绝对来不及的。百里弘硕知道这桩婚事吗？百里弘硕在历城，还不知情。新营点兵之前，我一定回来。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，帮我搪塞过去。将军是要出远门吗？将军，将军没有吩咐任何人跟随。你让开！将军没有吩咐任何人跟随。我是将军的女人。妹妹去了又回，心里定是有万千挣扎。也许很多事情有时候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复杂。我一开始知道要嫁给侯爷的时候，我也是担惊受怕。侯爷虽然在邺城是个有名的贵公子，可传言中的他不苟言笑，不通情理，我担心的吃不下也睡不着。可后来嫁进侯府之后，我才发现侯爷并非外界传言的那样，相反的，他非常好。所以妹妹切勿过于忧虑，说不定贺家大少爷并非外界所说的那样如此跋扈。大嫂，你就不用宽慰我了，贺瑶怎么能跟大哥相提并论呢？他我还不了解吗？我们俩十岁就打过架，他是什么跋扈样我最清楚了。他这个人可不是传闻中的人物，他只会比传闻更可恶。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，可是妹妹，侯府永远都是你的家，哥哥和嫂子也永远会站在你这边。我知道你们心疼我，谢谢你们。二府同在邺城，妹妹今后也可以常回来走动，和你三弟还有大哥也都可以经常见面。我一定会常回来的。大嫂，你要照顾好他们两个。妹妹也把晋阳当一家人。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你一个贴身侍卫，连一个姑娘都打不过，丢不丢人？将军，他也没占着便宜。那个老道他教你什么了？絮絮叨叨半天，什么也没教。如果他没本事，捉妖又那么厉害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总而言之，我不会再来这儿了。
在这等我。将军，明艳峰，你又来历城做什么？明艳峰想和将军谈一笔买卖。我早已说过，百里氏和狼族不可能合作。上次我们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明艳峰，上一次是你挟持了红毅，才让你占到了便宜。你别忘，你现在在历城的地界，你若再放肆，就算你是狼族未来的大军，我也绝不会手软。跟贺氏联姻，果然给你们平原王府添了几分底气呀。怎么，你竟然还不知道百里家的二公子，哦，是你的二姐，马上就要嫁给邺城的财神爷，新上任的大夫贺瑶了。今后安西王府和平原王府联姻，势力是越发强大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，到时候别忘了请在下喝杯喜酒啊。你说什么？连我这个狼族的外人都得到了消息，你这个未来的小舅子难道不知道喜讯吗？红毅，大哥，大哥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来看看你。朝中事务繁多，没关系的。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因为府里太闷了吗？大哥陪你出去走走。好。走。大哥没有用，没能阻止你和何瑶的婚事。你恨大哥吗？大哥，你怪自己干什么呀？要怪，也只能怪太后乱点鸳鸯谱。红衣。大哥，你就别怪自己了。我知道，身为百里家的人，我必须为侯府考虑。大哥。嗯。对不起。是大哥对不起你。你道歉做什么？当时你大婚的时候我还闹事，现在我好像可以理解你当时的心情了。你长大了。将军，怎么样，有邺城的消息了吗？一点风声都没有吗？完全没有，这不太正常。属下觉得像是有人故意封锁了消息一样。你去把侯正泽叫进来。是。还有，我从未打听过红衣的消息，明白了吗？将军放心。以前只要我们一出门，何叔就会特别紧张。何叔那是担心你闯祸。大哥，嗯，你以前在这儿都许什么愿啊？我以前许的那些愿啊，大都没有灵验，后来索性就不许了。你呢？过去在这里都许了些什么？我许的大概也没有灵验。我以前许的愿是希望你，我还有红硕可以一直在一起。也不知道红硕收到信了没有。算日子应该是收到了吧。出嫁前还想再见他一面。以后嫁人了，见面可能就不一样了吧。
我却恳求陛下，你成婚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让红手回来给你送亲。谢谢大哥。哎，又许什么愿了？我许愿，希望以后百里红轩、百里红硕的愿望都能实现。好了，陪我上街走走吧。将军，您找我。你嘴上天天挂着忠诚于我，你到底有多忠诚？当然是忠诚不二。既然如此，你帮我做件事。将军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把衣服脱了。啊？把衣服脱了。不是，这将军，我们老侯爷可是三代单传，而且还等着我儿孙满堂呢。将军，我可不能断了香火呀！你信不信我真断了香火？将军，饶命啊！真不知道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。我让你变成我的样子，只是变成你的样子，那不然呢？这个简单，来。不对啊，我为何要变啊？让你变你就变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不行，将军，我是有原则的人，不是随便的人。我变还不行吗？这几日我要出去一趟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。啊？出去你要去哪儿啊？邺城。这可使不得，戍边大将擅离职守，这可是大罪啊。将军，您是我们的主心骨，你要是走了把我搁在这儿，这可不行啊。你。不行，将军，这绝对不行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帮我是不是？不是不愿意，将军，我的命不要紧，但是你去了邺城，一旦被发现，这可是死罪啊。您这一走是把命给了我，我担待不起。你只要听我的安排，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要去救你的白毅兄弟。白毅兄弟，他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真正的名字叫做百里弘毅。然后他就女扮男装跟我来了历城。现在太后赐婚，让她嫁给贺瑶。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她是真嫁给那个混蛋。嫁给贺瑶，这怎么行啊？白衣兄弟他会吃亏的。是，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救他。不是我们。将军，我们脱衣服吧。水正玄明即将返回邺城。原来你早已经洞悉了一切，为何此前却还让我为此担心？我们苦心筹谋，但如何抉择是他们的事。既然他们自有抉择，你我何须费心？即便如此，我们还需施以辅助，以引导他们
消除混沌，早日顿悟。这就是你我二人的作用。穆正那边已有安排，该作何选择，你早已帮他指明。来吧，哦，来了。哼，你早点回来。我尽力。你注意安全。你早点回来，我等你啊。好。你一定要早点回来，我害怕。要不是你长得跟我一样，我真想……哦，对了，万一他们来找你，我怎么办？如果真那样，你是说你不舒服，把事情交给穆奇，他会处理的。那万一穆统领他处理不了呢？随机应变。嗯，随机应变。那万一被他们识破了，怎么办呀？若是那样，不仅我百里家，你侯家的香火也断了。啊！将军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基因变。撤。将军。将军，各部首领都已集结待命，三日之后新营点兵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。跟我来。是。百里红衣婚期定了吗？定了，就在三日之后。也是那天。是。将军，为何忧愁？这就是千山令，可以集结游巫人。将军，拿着。事发突然，我已经来不及亲自集结他们了，你替我传令下去，三日之后一带游巫人在太谷边境东郊树林等我消息。将军，太谷郡乃是幽国和狼族交界之处，将军您要去幽国，那新营点兵怎么办呢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新营点兵乱不了。将军放心，我一定在约定的地点等你。那好了，小心啊。哎，直接放那边。知道了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小心小心。对，拿好了。千万别弄碎了啊。哎，知道了，何叔。动作都麻利点。好。哎，好嘞。我想一个。红衣，你这臭小子还知道回来呀！我让大哥去跟陛下说让你回来，没想到他还真的同意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
要嫁人了。三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红衣成婚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当然呢，我这就去跟侯爷说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干嘛对他这么凶啊？大嫂人其实挺好的，再说了，以后我要是走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天高海阔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瞎说什么呢？你留在这儿，你就得嫁给贺瑶。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可是女孩子长大总是要嫁人的。你不也总是催着我出嫁吗？我不是让你嫁给他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会受他欺负吗？不过从小到大他都没打赢过我，我不会吃亏的。你真的愿意嫁给他？哪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呀，陛下金口玉言，没人能拒绝得了。再说了，估计这叶城敢娶我的也只有他了，是吧？你回都回来了，赶紧坐下来陪我喝酒，今天咱们两个一醉方休，这样明天他们把我带到哪儿我都不知道了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求陛下，让他把你许给我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是替我担心，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儿戏。我是认真的。红衣，我要娶你。我不知道你是从何时闯进我心里的，也许是从父王带你回府的那一刻，也许是从你咬我的第一口开始。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啊，你是我最亲近最喜欢的弟弟嘛。但是这种喜欢和那种喜欢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就好。就是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一定要娶你。我不会让你嫁给其他人的。白丽红说，你再胡说八道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手。红衣，跟我走吧，我是认真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大哥，红秀是来给我送行的。为什么？红衣，你大嫂让你去试嫁衣。哦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把红衣从我身边带走。红叔，你把……快去。红衣，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。我说到做到，
等着我。戍边大将，擅离职守，是死罪。为什么要让红衣嫁给贺瑶？太后的旨意，陛下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？那我这就去求陛下，把红衣许给我。荒唐！这门婚事是陛下为了平衡贺氏与我们双方的角力而促成的，他会允许你破坏大局吗？所以我要带红衣走，离开邺城，离开这个只能顾全大局的地方。嫁给贺瑶也是红衣自己的决定。红衣也好，你也罢，自从你们得了百里这个姓氏起，就注定你们要为百里家付出一切，爱情、婚姻，甚至是性命。他既然是我们百里家的人，他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我知道大哥你为百里氏付出了很多，但是现在你难道要把红衣一生的幸福也断送吗？你心里还是在乎红衣的，你让我带红衣走。你带他走，他就会幸福了。他只是把你当成亲弟弟，他根本不喜欢你，这只是你一厢情愿。他离开邺城，他至少不用嫁给他不喜欢的人。红衣一定不会跟你走的。你真的这么确定吗？你这么确定的话，为什么要骗红衣我会回来？为什么要向我隐瞒红衣成婚的消息？因为我了解你。红衣若是离开了，侯府上下所有人都会死。所以城外那么多安危都是你安排的，是不是？你还把他逃走，就要亲手送他去火坑，是吗？只要我在，我就不会允许你破坏这个家。你要对我动手是吗？大哥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你真的舍得把红衣往虎口里送？红衣，大哥，红硕呢？红硕走了，他说不想看着你出嫁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红衣，红硕的秉性你是知道的，他一着急了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我知道他是不舍得我嫁去贺家，所以才说这些混蛋话的。想喝酒吗？大哥陪你。算了吧，我怕我酒品不好惹得大哥不开心，再说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嗯，那就早些回去歇息，明天应该会很辛苦。嗯，Thank you.
这个是个好东西，这块石头叫做黑曜石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是好，真好看。你真的愿意嫁给他？陛下金口玉言，没人能拒绝得了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求陛下，让他把你许给我。红叶，我要娶你。我不知道你是从何时闯进我心里的，也许是从父王带你回府的那一刻，也许是从你咬我的第一口开始。我舍不得你。醒了，我要见红衣。上